妈，财务报复了，不要紧。这个你看你三年来看你很多，大家都要讲给你明白。我跟你讲，我大宝贝一定是要强势了。这么强，今早可能的身体不大好，所以等你关照，等看你弄到手了，再来跟大家一道去。啊。哎，大宝贝。夫人，是我大嫂子啊。哎，大宝贝，失敬失敬了。妈，你去忙吧。苏州去，啥个病人都不重要。瞧起来，等乡政府回
啥有关系呢？伊就是宋翠金的是伊老板，龙一的小女儿龙凤伟。凤伟他是亲娘的一亲。夫人，那我先在陆家谢谢侬了。阿爹啦，夫人，告辞。哎呀，这样，希望
啥呀？妈，啥事体？新娘娘红盖头还没结呢。晓得了。你少爷，新娘娘的红盖头要是今朝夜里没结，是要戴一辈子。啥？还有这种规矩？你少爷，新娘娘坐了一天了，你身体也不好，快去结了吧。好，谢妈妈。是不是有点冷啊？妈，那回来了。对，好对了。姑妈讲，要是今朝夜里不拿侬头上红盖头拿脱，侬要戴一辈子。是吗？那我。辰光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侬也忙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了。不，我还有事体。侬还有事，那我帮侬上去做。不，我的事体侬是帮不了。那我再等侬回来。侬不用等我回来了，不会，侬要听我。真没想到，噶许多年数过去了，侬对我讲的还是对人一句话。我啥辰光帮侬讲过这句话？我忘记了，十一年前。十一年前。十一年前，侬十五岁，我才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我爹爹妈带我到那曹家来，才来了那个后花园。后花园。我真的想起来了，那上衣的小衣服。我走那么辛苦，奶奶呀，我在努力辛苦了，一朵一朵我小衣服。真想不到这些年来，侬一直待在身边。因为我有一种感觉，终有一天，我一定会再见到你们。喏，侬这真傻，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真真心心，姐妹你
老外，我刚到村里问你，现在家人了，今后侬应该叫我嫂嫂。哎，嫂嫂，哎呦，丽君，侬看，老外身体不好，至少又辛苦了一天，侬是不是打扰伊，让伊早点休息好吗？好啊。那本位为何？哪能不跟侬太太打声招呼呢？为何？本位，侬刚到村里，我们全是一家人，今后有啥事体，尽管来寻我。嗯，多谢嫂嫂。哎呀，对侬的虚荣，我医生讲侬的毛病一时三刻不会好，侬不要心急。就了村里零星的养毛病，屋里其他事体就不要再管了，好吗？嗯，我听嫂嫂了。为了侬的身体，我看侬的丽君还是分开来住，等侬身体好了以后再讲。喂。好了，我妈，哎，
二少爷还有人呢。二少爷，啊，二少爷办公室去了。啊，嫂嫂最近一直不肯下来，也不晓得伊的身体到底哪能了。夫人最近身体不大好，所以伊特地关照，任何人侪不许上楼。二少，哦，二少爷也不好上楼。哎呀，外头老远了，我去弄花盆，弄进来吧。五妈，哎，我要出去一趟，侬等我拿把阳伞来吧。哎，好好。Thank you.
你说，你打个电话给宇哲哥哥，他那边有，让他发给妈妈好吗？这个九月是要出生了，我想应该你大家都晓得，我们少看了你少爷要做爸爸了。刚刚我妈告诉我，最近在凤阳报大老板，有人采访问问伊外面的事。那没什么意思。为了少看的名声，我想再一点人了，因此我想去问问的事只有我母亲上最合适。爸爸，夫人，凤阳已经受了太多的委屈，要是。请侬看在有邵家多年的财运上，请帮我乡里头一次帮帮我吧。要是那两人早眼堂堂正正的结婚，俺媳妇会有今朝的丧事。到底这个点有啥用呢？等一下大王妃就要来了，洪医生，我求侬了。夫人，好吧，先让我去试试看吧。将军府，名誉地位。
想去要送我月下枕头不明追求迎佛本是应天性这不应的女生应运应
会请我谁生死？我开个玩笑嘛，我哪能会舍得我孩子呢？我宝宝可是我命根子哦，宝宝侬讲对伐？妈妈是不舍得的哦。哎呀，少太太，你言出逆袭多妩媚，怎么会的感觉顶呱呱？他为你亲为催你陪。真是累为了他。嫂子长，侬太太虽然有孕在身，但形容起来都蛮活络的哈。对对对，好了，太太，来，拍照片吧。照张片，拍照片，来来。哎，嫂子长，侬应该跟侬太太坐了一道啊，你们看起来活了邪气浪漫啊。好好好好。嗯，来吧。嗯。哦哟，嫂子长，那两个人哪能一眼不对啊？夫妻的啦，到那隔壁民宿了拍照片哦。哎，坐拢点，坐拢点啊！哎，亲一眼嘛，来想一想 ，OK。嫂子长，嫂太太，我敢保证，一点张照片呢，照一点上好，真上天推了女人，才要妒忌大爱呢。嗯，好，嫂子三，嫂太太，那我走了，拜拜，拜拜。哎，嫂子三，那我先等着吃那个满月酒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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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呀
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叫我李少爷了。这个称呼对侬来讲才迭能重要嘛？是。那好，李军。好啊。轻点点，侬看孩子已经困着了。不会，侬晓得那个孩子啥人？伊现在是我的孩子。我讲的是事实。报纸上都已经登出了我孩子的照片，难道搿点会勿是事实吗？不会。今朝我要把所有一切都告诉侬，这个孩子是……不要讲了，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晓得了。他已经晓得了，那侬早就晓得我和伊的关系。嗯，那侬早就晓得侬家进邵家的门是为了替别人做事。那侬为啥把侬弄到全身房反抗呢？我问侬，我全身我反抗过。有一个人对我讲的话，让我平静了下来。啥人？是洪医生。洪医生？是的。洪医生讲，其实嫂嫂也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再讲，这个小生命是无辜的。为了这句话，侬只有一只人造文章，没一点点怨言。为了这句话，侬才能大宝贝面前长成身怀六甲幸福的女人。为了一句话，当这个小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以后，侬才能当成自家亲生的骨肉。不会，难道侬没一点点自家的想法吗？我当然有我自家的想法。Thank you.
是老我们的心里呀，这是我情。冬瓜我一手青菜不得是一下粗糙尽头一笔都是尽美气稍稍离离离我心中两杯里每问稍稍退息时我肯中呀啦啦而哭一次次一次的比比成大我一位位心碎的泪水将我泣，越等越等，终该等。在大地我心的破事替你困母亲你得以共有许美丽长沙的门亮我好吗？
我想你做一个妻。好，列君，我答应了。李少爷，我到此来寻侬，想不到侬来村里唱花园会。我是来看小宝宝。看小宝宝是假，到花园里来赏花采花才是真的。不为侬讲的，李少爷是来看宝宝的。两个人一次一场，一等一等的来欺骗。宝宝困着了，我抱伊到房间里去。李军，我是不是打扰侬了？侬误解了。石彩人，真青年。侬真的误解了，陆龙伟，伊是一个好人啊。伊是好人，那么我呢？侬，伊家三个，男人侪是喜新厌旧的家伙，我想不到侬邵丽君还是这种人。嫂嫂，侬不要再讲了。叫我不要再讲，但是你叫我哪能过啊？我宁不听你，鬼也不听鬼。整天躲在楼上都不管我留来，这个不是为了侬吗？侬讲，我宁愿哪能办？侬叫我哪能办？如果我你当初能够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结婚，就不减少这个痛苦了。好了，红娘，好好想一想。去，我要离开你，我要离开。母女俩都应该好好。
出心好妹妹听，送随你梦为恩子，娶她为心妻，你的心思好事业。
向伊表示过，不过伊为了侬拒绝我。事到如今，我终于了解到文慧是一个多么心地善良的好姑娘，让伊晓得我你的自私，我你的卑劣。嫂嫂，我想与侬分身。嫂嫂，我想与侬分身。你是为了爱。
你可知道平民官体里为你东厂是发由不得你，一旦把路法律令为你任你上黑台，隐隐都会吐气，良心的气质折磨你，道德的鼻子撑大你，心灵的阴影笼罩你，一辈子没有一个儿女的你，你生我要了要来阻止你，你生我要了要来唤醒你，你可可¡Gracias!
文章，送也包等半杯。就是你伤心去了破土山，从此一去不回来。嫂嫂绣花太勤，嫂嫂的要求太难办。我也有七情六欲十分爱，我也是有血有肉有咋办？是这样，人不人来，鬼不鬼，小生你知是哪辈？嫂嫂啊，文贵出自平民女，也是你们赵家大大正正，名门正气，名正言顺，把你。
Thank you.
既然到伊拉家，就只留下我一个女儿。这么多年来，为了收拾这个家，为了收拾这文书，我都错了地上。文慧，对不起。希望侬真好，也希望侬能大好宝宝。李军，侬晓得我有多么喜欢侬吗？我刚刚，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侬，是不会再回来这个世界上的。好，夫人，阿弟啊。